单片机程序首先要判断 P1.0 口已获得单稳态电路的输出状态。如果 P1.0 口为高电平，说明有人触碰了金属板，需要报警。否则，如果 P1.0 口为低电平，则不需要报警。汇编语言，在汇编语言中，一开始 ,ORG00H 是一条为指令，用于设置程序计数器 PC 的初始值。接着设置四个变量， Sensor 指向 P1.0 口， LED1 指向 P0.5 口， LED2 指向 P0.7 口， Buzzer 指向 P2.7 口。在 STAR 程序段里， JNB Sensor 美元循环判断 P1.0 口的电平，如果出现高电平，则开始执行以下的程序。首先CLR LED1 点亮 LED1， Set B Buzzer 打开蜂鸣器，延时一会儿后到 LED2 被点亮，最后是把蜂鸣器关闭。 Jump Star 使程序循环执行，只要单稳态电路输出高电平，报警就不断。C 语言，最开始井号 include rack51.h 声明特殊功能寄存器，变量 sensor 指向 P1.0， LED1 和 LED2 分别指向 P0.5 口和 P0.7 口， buzzer 指向 P2.7 口。在主函数 main 中， while sensor 等于1，判断单稳态电路是否输出1，如果输出一 ,P1.0 口为高电平，则以下的程序将循环执行。点亮 LED1, 打开蜂鸣器，延时，熄灭 LED1, 点亮 LED2, 延时，熄灭 LED2, 关闭蜂鸣器。